拌面还挺好吃的。今年第一次出来干活，下午2点钟上了班，刚才被里面的领导认出来了，他说你来干活可以，但是你不允许拍视频。我跟他说我是真的来干活的。先发微信是吧？今天干活的钱现在还没有拿到啊，要等一下，一个小时以后。这边有烤猪蹄，酱爆猪蹄要烤猪蹄才好吃。口味独特，老少皆宜。现买现炸，吃了让您终身难忘。希望客户快来品尝，好吃您再来。刚才中介老板把今天的工资转给我了，干了6个小时，120块钱。现在腰酸背痛啊，这边3家网吧都开在一起了，不知道哪家好一点。就这家吧，我看到这个网吧的网管是个美女。今天干这个活干得我腰酸背痛啊，再也不去了。我看时间这么短，才6个小时，要不然我早就跑路了。明天把我这个运动相机拿去卖掉，现在拍视频都是用手机拍，这个运动相机放着也没什么用，身上又没钱了，刚好拿去卖掉。